欢迎嚟到学界体育比赛时间。2019-20学年学界武术比赛吸引咗39间学校派出467名学生，角逐130多个项目嘅锦标。今届嘅赛制亦有所改变，传统项目将会细分成为南拳类、长拳类，务求同国际赛事接轨，奖项咧亦随之增多。我哋会一连两集同大家分享现场嘅战况。今届南威传统项目嘅竞争同埋观赏性咧更加之高，尤其系长拳类。今集第一个项目，南威传统拳术长拳类，三个人嘅角逐。蓝色战衣嚟自持有嘅陈亮展，直接对氹陪道嘅梁浩俊。大家都系打少林拳，裁判更加容易比较优劣。两个人嘅实力其实咧就差唔多嘅啫。陈亮展4岁咧就学武术。最终他拿到8.57分，佢击败了梁浩俊，先拿一金。梁浩俊第二。陈亮展同梁浩俊嘅对决嚟到第三个项目，南威传统短器械。陈亮展喺长器械咧再胜梁浩俊，进账两金。现在同上一届一样，以少林刀出击，表现得分咧就不及上届，只得8.45分。梁浩俊最后一次争金机会，当然就生生性性，结果豁出去，梅花刀杀得虎虎生威。梁浩俊最终得8.49分，险胜陈亮展，报回两战之首，为自己攞咗人生第一面学界赛金牌。陈亮展第二。陈亮展今年高中毕业，收获咗2金1銀，已经收获啦。心情系好开心，因为前几年我即系嗰啲表现啊，都唔系话发挥得好好，但系今年就正常咁发挥到咯，所以就觉得好满意啦，已经。现在我哋将镜头对准南威传统拳术南拳类嘅赛事，三名选手嘅角逐，黑色比赛服陪正嘅赖晓宏打虎鹤双形拳，同场地紫色比赛服持有嘅陈毅刚就打虎形拳。两道拳都系讲求刚猛力量，两个都系有板有眼。最终陈毅刚得8.51分，赖晓宏8.44分。压轴上阵是教业的游学彦，一上嚟就大喝几声，以震声威。游学彦上届拳术失礼，只得铜牌3金梦碎，今届咧卷土重来，打虎形拳。2号3，6号3.32。对手都是咁强噶。游学彦今场一反过去拳术的低迷困局。他的功架以及經驗似乎就稍勝一籌，最終取得8.6分，粵軍得到傳統拳術的金牌。陳毅剛第二，賴曉宏第三。得到拳术金牌嘅加持，游学彦信心大增，之后喺长器械长拳里以梅花枪得到8.62分夺冠，跟住所以首先得8.56分，攞埋短器械南拳类嘅金牌，成为今届南威唯一嘅3金得主。咁梗系开心啦！我都好感谢今次同我哋比赛嘅对手，因为佢哋咁多年嚟我哋一直都喺度赛咁。
個個都喺度進步緊啦。突然間近排套拳有咗氣勢，有翻啲氣勢，所以突然間飆升翻上嚟啦。如果唔係，應該都係好似往年咁。睇完傳統項目到國際競賽套籠，上屆收獲兩金，嚟自聖心英嘅黃詠欣先至超班嘅8.92分攻下槍術金牌，吳允熙第二。接住喺第一套國際競賽劍術做出9.23分，全場嘅最高分，收獲第二金。黄永恩今届最大的考验是女 B 第一套国际竞赛长拳，首个出场的是施智林，只得7.1分，退出了竞争之列。翁碧妍只参加一项，集中精力出击，果然非同凡响，速度力量都是冠军级。最终来自路校的她获得9.1分。到黄永恩登场，黄永恩没有受到对手的高分所影响，一贯的自信，表现都是相当之好。其实黄永恩的体格就很强壮，力量比翁碧儿还要好，协调性都是不错的，整套动作完成得都很流畅，唯一的缺点都是重了一点。最终黄永恩得9.11分，惊险地击败了翁碧儿夺冠，完成了三金美梦。都好開心咯，因為都發揮到平時嘅水準咯。嗯，我覺得劍術就有少少即係未到最好咯。嗯，好似有啲就住嚟打咯，可能有少少緊張咯。喺之前國際賽度攞到唔錯嘅成績，可能係俾自己壓力咯。我覺得應該就係今年世界賽可以爭取到出賽名額，同埋攞到前三名咯。近年男子太極拳出現了青黃不接，男 A 咧就冇選手參賽。男 B 42式太極拳得兩個教業學生。古樂 K 有7.6分。5號8.6分，6號8.6分。現在到新星韓瑞華上陣。學界賽由24式變42式，但係對佢嚟講就駕輕就爽。韓瑞華之前都有練過競賽套籠。上一屆學界賽仲係 C 組，已經連攞三金。2016年嘅時候，更加攞過世界青少年賽 C 組槍術嘅銀牌。今屆咧，亦都係參加咗槍術，都攞咗一面銀牌。近年咧，轉咗練太極，勝在咧根底好，平衡動作咧都係唔差嘅噃。最終韓瑞華藉住穩定嘅表現，獲得8.83嘅高分，輕鬆奪冠。稍後又再大勝古樂卿。赢埋42式太极剑嘅金牌。都系有啲动作唔够稳定咯。咁对呢个分数其实满唔满意咧？都 OK。就比较少人参加太极比赛，佢就有咁嘅睇法。太极比较柔，唔系咁适合男仔咯。即系太极嗰啲。可能起跳啊，嗰啲難度動作啊，跟住打出嚟嗰、那個觀賞到比長拳好玩同埋好睇咯。現在睇女邊傳統短器械長拳類嘅賽事，路校嘅劉央女以苗刀率先上陣，速度咧同力量啊差啲，得8.2分。接着培正的马楚南打达波剑，他之前已经收获了传统拳术长拳类的金牌。达波剑是少林剑之一，一般来讲传统剑术的跳跃就没那么多，更加讲究的是技术和基本功。马楚南的速度就不算太高，获得了8.38分，暂居第一位。蔡龙的朱莹莹又是苗刀，气势似乎是挺好，不过力量就不是太够，最终获得8.2分，
即係話馬祖藍進入咗今屆嘅第二金，朱盈盈第二，劉央女第三。今届南边竞赛套路嘅参赛人数冇上届咁多。嚟之前有个李卓阳，2019年代表澳门参加国际赛大丰收。今届咧一枝独秀，喺第一套国际竞赛棍术当中以9.05分先攞一金。出击自己最中意嘅刀术，如有神助。7.85分, 5.95分, 6.21分, 裁判长。佢话报嘅声音咧，令佢如痴如醉。9.25分拿下第二金。李卓阳要到第一套国际竞赛长拳，先遇到真正嘅对手。上届亚军邝子谦，李维才高学生射出浑身解数，表现咧都系唔错噶。连续两下嘅跳跃都系有功减，最终得到8.8分。李卓阳咧随后上场，无惧压力，今届实力咧又升咗一个层次。凌空落地相当之稳定，旁边嘅观众啊都系为佢鼓掌。完成得咧都系比邝子谦要好，字头咧亦都系相当之稳定。最终佢得到9.15分。仲高过上一届，顺利攻下第三金，邝子谦第二。系啊，都满意咯，因为好多啲稳定度啊，同埋体能啊，都比上一年好咯，同埋啲技术啊都成熟过上一年咯。其实我都觉得自己发挥咗自己嘅水平出嚟咯，最主要。都是集中自己咯，做好自己就 OK 咯，我觉得就。而佢2020嘅目标就好清晰啦。可能再琢磨一下一啲细节嘅动作，譬如一啲过渡动作啊，自己可能就做得有啲粗糙咯，就想练翻细腻啲嗰啲动作咯。今届赛事首次举办对练。高球幻影中国武术作为搏击实战的本质，吸引了四对高手参加高级组的赛事。澳门方中由布晓林的双刀对刘婉琪的单枪，这个组合呢只是练了个几月，但默契就算是这样了。布晓林连消带弹，一脚呢踢开对手。对练呢又要讲编排，有角色有剧情，两个人呢都是打得灿烂，到底哪个会赢呢？都打得似模似样啊！结果布晓林气动，反夺刘婉琪的单枪，而且一枪致命。方仲双会的表现都是不错的，打到忘形，连刀都不记得攞。他们获得8.63分。接着澳大富校由洪思凡拍住庄家贤，双剑对打得到8.56分。交易尤可言拍住韩瑞华，双人对滚。虽然男子组的速度力量好啲，但配合咧就有所不如，得到8.53分。最终布晓林、刘婉琪意外地获得咗学界赛第一次高级组对练嘅冠军。好開心啊！好開心，
係意料之外咯，因為我哋見到大家對手都勢均力敵，好勁咯，大家水平都好差唔多咯，所以冇諗過會攞第一名咯，冇諗過會咁高分咯，因為我哋冇平時訓練打得咁好啊。睇咗咁多场嘅赛事，今集又到尾声，我哋会以初级组集体竞赛冠军嘅演出作为结尾。今届嘅冠军系龙鹏，佢哋嘅集体拳行获得咗8.43分，大家慢慢欣赏。我哋下一集再见。